即使脚步不太稳，一趟又一趟搬运，步伐坚定。还有另外一个，非常的有活力，他只要一进来我们办公室，他就会马上就说大家好，早上就说 Good morning， 有活力好像停不下来。慈济志工邱炳辉不止忙着做事。真的啊，所以有好一个来着你。哎呀，两个出生那一个做足济啊。20年前退休，从做环保开始，教官职退休的邱炳辉，大家口中的长官，总是挺直腰杆。但2年前70岁时确诊巴金森氏症。下礼拜要报告啊，我就先把它写好了。哇，你自己做的。这不是做效果啦，不是，这个全部所有呈现出来都不是效果。把字放大更能看出不同，没有做效果的每一个字都是抖动的痕迹。很努力啊，他很勤劳啊，努力面对生活，勤劳做好每件事，即使病痛让状况难以掌握。那腰酸也会腰痛，但痛你就自己要衡量自己的力量。我不能担任很大的重量，起码亲力人的工作我能做的尽本分做本事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大爱新闻朱荣、萧红树，屏东报道。